对。等一下，哎，做得非常好。哇！想要出任务，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来挑战的是跑酷。小哥 ，Hello。欢迎到我的地盘，我已经被吓到说不出话来了。欢迎我们的帅哥演员徐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凯，现在是演员。那平常呢也有在教跑酷哦。哎，天哪，你那么多身份，你会不会累啊？就是不甘于平凡嘛。不甘平凡。我说实在，我到现在还惊魂未定。你刚刚出来的确吓到我。好，为了要证明，对不对？你是拿到 C 级证照的跑酷专家，好不好？现在直接先示范一套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吗？直接 Go， 来吧。必须要先给你掌声。还 OK 啊 ，OK。太厉害了。这个算是简单的部分，简单的部分。對對對對，你这样上我们怎么吃饭呢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人长得又这么帅，然后又会运动，我先登出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小豪哥，小豪哥，今天呢，虽然你第一次来上课，对对对，但是我们还是让你有一个速成班，至少学会一点东西。哎，所以我们这种没练过的素人有办法挑战吗？没问题，真的、哦。对，其实我们这边呢，年龄到五岁到七八十岁都有哦。哎，这个年龄你讲这个，到时候我做不好，我连五岁都不如啊。也不是，就是大家玩的程度不一样。OK， 然后其实。跑酷的宗旨就是在于快速的通过障碍物跟预防伤害，它有办法做护身啊那些，但当然我们认知的跑酷好像都是那些俄罗斯的那种，对对对，那种狂人，然后跑那种很危险的，但是其实跑酷它面向可以很广，所以呢，今天呢我来教你跑酷，就来教一些跨越障碍物的技巧，好，没问题，这样子以后你在路上呢就可以使用到。我还以为说以后抢银行会比较方便。我们有跑酷的暖身训练，专门的，对，专门的，就是动物爬行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那我马上来示范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先教你一个叫做猫走。猫走。猫走。我知道是猫还是猫。哎、欸，不是那种猫走，不是是真的很猫的走。猫走。对，就是四足运行，右手左脚，左手右脚，三，右手左脚，左手右脚，右手左脚，左手右脚，手腕的地方呢，先做一下暖身。我吃环那我再教你一个，那个猴走，猴走，猴走也蛮酷的。侧向的移动，侧向的移动，侧向的移动，然后身体打起来，打起来，然后放到右边去，很好，对对，其实没有那么难，就是很动物本能的移动。很好很好，我们是要提到十二生肖是不是？十二种是金鸡独立啊，好，对，新种猫的，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来挑战了吗？这样子呢，我就可以先来教你一些基础的跨越动作。好，基础。凯哥，嗨 ，Lesson One。没错，第一堂课呢就教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跨步跳跟精准跳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小阵？那我先示范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很简单的，轻轻的，不用给太多。这样，那等一下的这个动作要领的要求就是，希望你可以精准的在这个上面。那我就是我们脚板可以这样子在上面，脚尖踏就对了。对，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你的障碍物是一根栏杆，也有可能是很窄的一个围墙。说其实好骗人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做效果有，不是，我觉得突然到前面我就有点紧张，还是那个摄影机让你有点紧张。不是，我觉得突然有个高度，会有点，对，有一个高度，有一点怕怕。Round two， 哎、欸，很好，很好，欸、很好，很好，可以吗？刚刚是跨步跳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呢，你帮我做双脚跳，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再做一个比较难一点点的，就是单脚跳，跳跳跳跳跳，哎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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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。哦，
这个简单的这个初第一关呢，算是有通过，有通过，有通过。我为什么我要折磨自己找这种来练习啊？好，接下来第二关就是跨越障碍物。好，什么问题？好，那我先教你两个简单的跨越。第一个就是安全撑越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安全撑越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先用本能去试试看。哎，很好，那就插在右手推这件事情。哦，推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右手如果留着的话，你身体会旋转掉。哦。好，很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下一个动作 ，lazy， 懒人撑越。懒人撑越呢，它顾名思义就是看起来很懒，然后很舒服，它就这样。你试试看，用本能的感觉。哎，有天分。有天分，有样子，可以可以。现在你学好这个两个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拿比较适应我们身高的障碍物来试试看，好不好 ？Right now。这就比较难的撑越。课外题，课外题。哎，这个算了，我们这个谢谢。不要受伤，不要受伤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验收成果。验收成果。跨步，跨步 ，safety， 护身，站起来。先把衣服脱了。哦哟。哦，白迷彩。啊，好看好看，没有惊喜，我以为有假肌肉装的。原来最大的难关就是笑场。非常有资质，因为我教过学生也大概二三十个有了，对，所以每个人的资质不一样，你算是前半端的，真的还讲，对，所以我可以继续再练习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练起来，然后之后呢陪我去那个跳楼吧。好，更多徐凯的故事，接下来仔细听了。好。所以我这次在山中森林饰演阿正这个角色，他其实是黑社会老大旁边耍逃欸，对对，然后年轻一代耍逃欸，所以他呢有很多在黑社会里面的一些，这是我不了解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筹备当中，我们就特别去看看那样子的文化，对，本来还要去就是那个。酒店吗？不是，就是堂主他们的尾牙。真的。